希望所有的球迷都穿格子衬衫。哇，林明义这个动作漂亮！哇，劳国豪，这个抛投两分有，往里面掉，哇，一手力道给大了，结果给高国豪捡到，同样再来一个抛投，李焕，篮底下刀子，单手直接把球给塞了回去。你的出手虽然没有进，哇，另外一边塔壁再来一个大火锅，没有球衣，相信也是卖得非常好。哇，来了来了，刀子要来收摊了。不要以为刀神只会闪拳头而已啊！卡壁再来一个火锅，机会是非常的大。哇，前面又要来了吗？刀神的闪拳机会。包裹好再过掉，直接接到篮底下给刀神，这个助攻小球给的。这边要赶快出来啊，躲过篮下三秒，这个田浩的三分球破底线。转出来，噪音没响。高国豪的中距离，哇！管达又直接切到禁区，想挑战又挨了一锅。往前给张根玉在前面，中间的火锅。东华不只是前面的，是一个全队都要来做的任务。来看刀的配置，来攻时间。cross over 之后再给到底线。接到篮底下，翻身没有机会，三分球，吃不好，弧顶的空档，带一步跳投，两分有，比底线要位，球没有给进去，高国豪自己切，右手的拉杆，高国豪一样在挑战进去，时间最后的两秒钟，高胜投中距离，高国豪突进，哇，这个进攻篮板加一得分再加二。卡壁的进攻篮板，哇，这个漂亮点球，给到田浩摆进两分。哇，阿勋卡壁左耍一下，主场真的是嗨翻了。最后的比数，在新竹接过工程师例行赛最后一场主场比赛，就是132-82，50分的差距来击败了桃园领航员。拼了命要浮出水面，不扬手是给我湮灭。留着血，让我清楚知道。